原汤文贝肉，去过内脏的，蘸点小辣酱。个头也大啊。这一盘就是一袋，我录之前吃了两个啊。本身它就是处理好的，你要害怕有沙，你就把它这个塞给它揪掉啊。可以凉拌着吃，放点葱花、香菜、圆葱啊，辣椒油，然后也可以这样吃。吃面条的时候可以放这两个，炒鸡蛋都好吃。蘸芥末酱油也好吃。就是一个海鲜小零食。它是去过内脏以后称的重，是足足这一袋是一斤啊，就是这种的啊，收到货和我这个一模一样，解冻了就可以吃。小孩喜欢吃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本身它就是熟的啊，就是管理身材的啊，姐妹嘴馋了都可以吃它。这一袋分量挺足的，等会儿要喝口这汤。所见即所得啊。可好吃了。